德國呢一個國家咧，每一次嚟到咧，都會睇到好多好靚嘅風景噶。咁好似童話之路、古堡之路入邊咧，係擁有好似童話書一樣咁靚嘅風景。咁由德國南部嚟到富森呢一個浪漫之路咧，沿路都會見到好多好靚嘅大自然風光啦。咁嚟到呢一個古鎮啊，盧浮堡更加可以感受到入邊係有幾咁浪漫噶。盧浮堡喺德文嘅意思咧，就係解做啊紅色嘅城堡。咁大家喺呢一條啊石板街上面遊走咧，會發現兩旁都係一啲木建造嘅房屋，而且用嘅顏色咧，亦都係非常之色彩鮮豔噶。咁大家要另外留意咯，就係商店門口嘅掛飾，全部都係一啲哥德式同埋文藝復興時期嘅風格。咁嚟到呢一個咁浪漫嘅地方，千祈唔好似我咁，記住帶埋另一半嚟拍拖浪漫一下。